可以不要乱讲话吗？请问你们在吃什么？棒棒糖。哎、欸，好吃棒棒糖是吗？不是，是爸爸牙糖。啊，有没有超好吃的啊？没有，这个是阿七七。对，超美味的是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在挖鼻屎。啊，可以不要乱讲话吗？哥哥，可以跟爸爸说那个好不好吃吗？这个让我会这样子。哦，好像超好吃的呢，哦，超美味的。到底会发的啦？好，好，那换妹妹喽。妹妹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不好吃，让我别想我。把它咬到中间，会有一个很甜的味道哦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还有。还有什么吗？我帮他的名字取名为阿鸡鸡。可以不要乱讲话了吗？爸爸，你可以拆给我们老师吗？好。那下次再买一盒回来给你们吃好吗？啊！一天可以吃一只，然后星期一可以吃蓝色，星期二可以吃红色，好吗？星期三可以吃粉红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星期四吃绿色的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小朋友们，拜拜喽。嗯，拜拜。我还有几。